本尊不是青木，不曾娶妻，你是何人？茶凉了，不必再添。青木，我回来了。我知道，你答应过我的，你就不会食言。青木，是你吗？你认得我，对不对？你很像他。不过你不是他，青木，我是你以身为聘的妻子，你说过要与我白头偕老，同生共死，永不分离。你亲口承诺过，你会等我回来。本尊不是青木，不曾娶妻，你是何人？天尊，这位是青池宫的后池上神。古君之女，区区一介凡仙也敢妄称为神，本尊见你口口声声青木，便多回你两句。青木不过是本尊的一具凡仙躯体，你与他有何瓜葛，与本尊而言都无关紧要。送客。神尊的话你都听见了，此为苍穹之境，不是你青池宫，由不得你任性妄为，惊扰神尊。神尊，你好好给我看清楚，不管是脸还是心，他所有的一切都是青木。好，就算你不是青木，那请拜救神尊，把青木还给我。他死了。那他的灵石一定还在吧？你把他的灵石还给我。自本尊醒来，青木灵石便随即消散，与死人无异。无论你愿不愿意相信，这就是事实。还有，你们两个人的情债，不应该由本尊来偿还。神尊心慈，念及于古君上神的情谊，还请上君自重。晚膳做好了吗？备好了，都是您平日里最爱吃的菜。是我亲手做的，辛苦了。罢了，今日之事本尊不予责罚。昭告三界，在北海立一座衣冠冢，让青木这一世的旧友也有个缅怀之处。但是若再有人以青木的名义擅闯苍穹之境，本尊绝不轻饶。是。